Hello，今天喝一碗鸡汤，然后这个是八宝鸭。哇，椰子鸡汤有点甜甜的。这是一只挂满了很多很多糯米的八宝鸭，它里面是很有料的。嗯，哇，它骨头炖得好软。让我来吃一口糯米。咸咸的。它这里面糯米还挺咸的。太香了，它肉很嫩。但它鸭腿很小一个，我吃这个时候我就怕每一口都会咬到一些小骨头啊啥的。红枣。
可能它这个汁就是我们蒸八宝要收它自己就会散发出一些这样的汁水，这个汁水我觉得很鲜，可以拿来拌饭，但我今天没忘记准备米饭了。有点咸，那我就吃完了，拜拜。